给你们猪肉吃。然后这个肉是前两天我收到的一个小姐姐她发过来的，这个是好像是猪脆骨吧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的话，今天就给毛孩子们煮这个吃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给毛孩子们寄来的啊。然后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相比的比那个猪骨头煮的时间不用那么久了嘛，对吧？就会方便很多嘛，这个东西。然后一下子倒了半包进去啊，一下子倒了半包进去，因为家里面有5个毛孩子嘛，要吃嘛，所以的话，我感觉这个东西稍微有点薄嘛，所以就多倒了一点啊。只是说闻着这个味儿，还感觉有点，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，说实话啊，我第一次给他们煮这个，我也没见过。然后最近有粉丝说我家的狗啊吃的比我都好啊，都是宠物狗什么的啊。这个东西怎么讲呢，对吧？因为最近说实话，确实就是这几天吧，确实收到了一些粉丝寄过来的这些罐头，还有这个猪脆骨嘛，确实有嘛。有的话我就想着就给他们做着吃嘛，也没有考虑什么这些，对吧？要怎么掺呢？怎么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就想着吃着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些落叶什么都给扫掉了，落叶全部扫掉，对吧？就和这个树叶说拜拜了，对吧？树叶说拜拜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累死我！终于把这卫生全部搞好了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垃圾呀，等一下要全部都倒掉啊。特别是他们里面啊，搞的是更加的干净啊，是吧，小黑？是不是小哈子？小哈子是不是？看这里面给他们搞的，我的天呐，真干净！我的天呐，满意不满意啊？大家满意不满意啊？你满意不满意？你满意不满意？还有你满意不满意？满意的话，小费掏一下啊，老板，小费掏一下啊，对不对？负聊了。那不给我点烤烙是不是？那弯溜还让给那猪翻嘞！我操！对了，猪翻嘞！我操！差点忘了，饭还在这里面煮着呢。我的天呐！我的天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！我的天呐！哦，看到没？煮的还有这个米饭啊，这里煮的还有米饭啊，给他们煮的。它是之前粉丝寄过来的那个自嗨锅嘛，自嗨锅里面的米饭，因为那个米饭特别的软，特别的香啊，所以我就加到这个里面啊，专门拿出来一包加到这个里面啊，就煮给他们吃嘛，对不对？刚好一大锅啊，今天中午他们就吃的很 happy 了，应该是啊。我火已经关掉了，就是这样啊，有米有肉啊，还有汤啊，幸福的不要不要的啊。然后我把这个放了进去啊。放到这个锅里啊，给它冷凉一下啊，在这里冷一下，哎呀，就可以吃了，哎呀，然后那个肉我就不尝了啊，因为我闻着这个猪脆骨那个煮出来的那个味道，我有点说不上来的那个味道啊，我不太喜欢啊，说实话，我不喜欢，我就不尝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就肯定有的粉丝肯定会说了，阿飞你装什么装，对不对？有的粉丝寄过来给毛孩子那些吃的，你肯定是吃了，对不对？吃了就吃了，干嘛说没吃呢，对吧？我在这里说一下，虽然我平常就比较抠一点嘛，对吧？比较那个一点嘛，对吧？说好听就是节约一点嘛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人不爱占小便宜的，就比如就是我前两天双十一买的那个。前阵子不是前两天，就比如买的内裤，对不对？人家20多块钱，对吧？还已经很便宜了，已经优惠过了啊。谁知道我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说好评，晒图返5块钱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没有去做啊，没有这么去做啊。为什么我不这么做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去用，或者还没有怎么样，对吧？就如果写了好评了，贪那5块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点昧良心呢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。就是说通过这件事啊，就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人不会去占别人的小便宜的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是什么样，对吧？就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些给倒掉啊，把这些给倒掉啊。哎呀，怀念啊，对吧？这几天这个银杏树上都落完了，这今天才发现这个银杏也落完了，冬天真的要到了。
冬天要到喽。那里面那俩在里面打得很凶啊！我操，你小黑你很勇猛啊！我发现你，看见没？我操，人家笨笨咋不跟他对呀、啊？这家伙是干大事的，知道吧？大是大非面前，对吧？比如在吃的面前，这家伙是不含糊的。平常你看，就那俩狗玩的是最欢的，我一指他俩，哎，不闹了，知道在说他俩，你肯定得刁门，真是。笨笨翻个身，翻身。然后我把垃圾倒完了啊，然后，回来的路上啊，碰到这个面包啊，这家伙蹦蹦跳跳的跟着我，就是这样，让他来我家熟悉一下吧。他小时候特别害怕这个狗啊，但是现在他大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害怕了，对不对？把他领过来锻炼一下他的胆子，没事啊，面包，没事哦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真送吗？真送？没必要，你现在你的个头也不小了，你怕谁？笨笨又不会欺负你，是不是？小黑又不会欺负你，是不是？小伙儿，我挺看重他的，没事儿啊。家伙害怕啊，有阴影啊，心里面对这个狗有阴影啊。我靠，没事没事哦。哎呀，真的没事哦，好，你没事儿没事儿呢，好，呀，你不用吓成那味儿，你呀，看见捉狗过来，真是一物降一物，人家说那会儿，真是一物降一物，他才会恁怕你，小伙儿，先把这几个狗安排进去吧，给这家伙喂点饭吃吧，他太害怕了，躲在这个角落瑟瑟发抖啊。回去，那咱先回去吧。这下不就好了？我把他们关进去了，你就不怕嘞，是吧？哎，我操！你看小伙儿还在那看呢，这家伙精力很，我跟你说，那妈的，那不是一只狗，那跟人我猎人一样那么火。干啥，小伙儿？造反了呀？我还该着家里，那我要不该着家了，对吧？你当老大，对不对？挑个人看着，看谁进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该着家里，不要造反啊，都得听话点，是不是？面包，哎，给你点好吃的呀，过来。哎呀，这边有肉，这边肉也凉的差不多了，给那个狗搞一点，看它吃得来吃不来啊？刚好这里有一个这个，给它搞一点。给它搞点，看它吃得来吃不来。吃吧，稍微有一点热，也不是很热，尝尝，味儿还行吧。还可以哈，得开，看来你对我的厨艺也是相当满意啊！我天，还可以吧，这我很紧啊，稍微有点热，他先吃边上的，先把边上的给舔干净啊，再吃中间的，吃吧吃吧，把这个。尝尝这个猪脆骨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吧？有肉有米啊，这小半碗估计能给它吃个半饱啊。到时候回去让你主人再喂你点饭，再吃点就可以了，就不会饿了嘛，对吧？吃吧，这狗都农村的狗都挺好的，都不护食。特别是像这种不拴的狗，拴着的狗我不太清楚，但是一般像这种不拴的狗，和我相处的，对吧？就是我知道的这些，都是脾气性格都是相当 nice 的，就是比较通人性的吧，就是可以这么说，对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糖也堆完了，肉也吃完了，让这米吃了吧。好，可以。
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呀！呀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呀，八辈子没吃过饭了呀！你这嘴好，呀呀，我爹的！我靠！好了，好了，我给你拿着，我给你拿着，你给他舔干净头了。咦，倍儿亮！这碗，哎，收起了啊，差不多了啊，你看你那肚子慢慢鼓起来了，懂吗？回去吧，吃的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门给你开开啊，别那叫狗来欺负你了，去吧，走吧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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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吃点中午饭都妥了，都吃饱了，去吧，中中中中中，晚上再喂你啊。晚上你再来，好吧？开了再过来啊。好，关门了啊。